宝宝们，猜我今天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吃了一波狗粮啦！唠唠嗓，嘻嘻嗓，唠唠嗓，嘻嘻嗓。这还有人呢，你俩搁这快亲上的。托儿啊，维斯和范范还有些事情要商量，你就拿凉快的待着去啊。哎呦呦呦，啥重要的事啊，还不让人看啊。你管那么多干嘛？都说是要事了，那肯定是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才能说的小秘密啦。什么小秘密？没错，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俩要录素材。切，不就是录素材吗？我也要和奶奶录。停停停！我不管，师傅您选，我和这个臭蛾子。行，既然这样，谁赢了就拥有奶奶的使用权，怎么样？使用权？不是吧？哎，你想拿我当什么啊？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切，俺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儿。说吧，你什么？看图识蛋仔。不同于以往的默契挑战，我们通过一张图片来辨别是哪款皮肤，谁换的准确，今天奶奶就归谁。啊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可输惨了。我可是第一赛季的老玩家，小心输了毁掉这首歌纸质告状哦。我有十个智障。哎呦，我这脾气，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。来来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那就这个呢？啊，不是，你给柯南里面黑衣人扔出来了是吧？这是蛋仔。哎，还菜，就多练，输不起灭本。啊，这可难了，臭骡子肯定猜不出来，就是小汤圆。嘿嘿，宝宝们，你们猜出来了吗？啥？不是，你才天眼的啊，臭骡子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啊，我能看出来啊，瞎换的，难不成我换对了？哎，行吧，算你小运气好，正确答案就是圆圆子。我说怎么一股邪性呢？别胡说，你家汤圆才一股邪性呢，这可是我师父送给我的汤圆。嘿嘿，丑骡子羡慕了吧？多说无益啊，来第二轮。这外观看起来很眼熟啊，这头衔难不成是玫瑰骑士？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我可是奶奶的究极挚爱粉，这要是都看不出来，那我岂不是白看奶奶那么多视频啊？让你钻了空子了，现在1-1，第三轮你说吧，我们一决胜负。嘿嘿，第三轮我早有准备，就是这个，将将。这身装扮相对我来说回忆性很强，那就是我之前的旧装扮。唉，也不知道能有几个人记得。我操！等等，臭骡子你。你居然记得我的第一套专属装扮，你真的好酷实啊！所以你能把奶奶让给我？不能。但是嘛，咱俩又这么有默契，我又想和师傅一起录素材，好纠结呀！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俩我都要，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都别你小马输了。哎哎，不是，别这样，咱三一起玩。